好不好？来，中平，比较像玉林哥在松懈你的精神，玉林哥注意力，你还是跟着笑，对，我们一次把他击倒，啊，你最恐怖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赶快打起精神来，哪一个？多难，中平哥现在不是在打扑克牌，这样子洗一洗就会洗出来。你当初你还打大老二了，我在想，怎么样？你想什么呢？有可能是老公害的。你直觉觉得是哪一个？有没有？每次都害哪一个啦？我觉得哦，直觉因为骨盆腔炎，骨盆腔发炎嘛，发炎，发炎应该是感染。感染，对对对，有，所以说我一直觉得是，但是有那么简单吗？哎，不知道的，对啊，准备，请举牌来，答案请亮出来，这一个，一二，好，只有明显选二，子宫肌瘤，子宫肌瘤是这不可能的啦，是老公，刚刚营养师讲了100次，然后说荷尔蒙，真的吗？你上课都没带听啊？我刚刚一直在念佛经，默默在念佛经，是不是一个好的学生？这里就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二三四感觉都是跟荷尔蒙有关系的，对对，哦，都是多囊性卵巢。唯一呢，要老公害的话，一定要跟外面有接触。哦，对。那个子宫内膜异位更不可能，那个很多女生哦出经的时候，嘿，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。哦，体质，对，糖体质天生的状况比较成分比较多，那多囊性卵巢那个是荷尔蒙的问题啊，哦，有的那个女生哦，她如果比方说打那个黄体素啊，对，打太多，或强效型的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多囊性卵巢小针是不是这个问题？哎，好像是，是吗？但是它叫荷尔蒙改变啊。哦 ，OK， 这题的答案呢，其实在门诊这四个病的病人都有回头跟她老公说，都是你害的。对啊，这四个都有啊，都是可能原因，但是哪一个被生小孩啊，也是子宫肌瘤，的确刚刚讲它跟所谓的遗传或先天的有。第二个重要是荷尔蒙有关，所以很抱歉，明雄，明雄不是错了。我是要告诉大家这是错的，告诉大家，总要一个人错的嘛。对，那三跟四也都三跟四，我们来看喽，其实。某个程度也算是男人害的，因为内膜异位症什么样的人容易呢？如果没有生孩子，没有生育，长期下来子宫没有休息，所以你如果害你老婆没有怀孕的话，你也是凶手之一。那第四个呢？多囊性卵巢症候群，其实它是跟变胖有关系。所以你如果把你老婆养太好，突然变胖很多，这也有可能你也是凶手之一。所以不是得了多囊性卵巢症候群，就是说老婆绝对不会错，老婆如果有错，就是我们自己的错了。对了，哎，对了，间接的，但是这两个算间接凶手，其实答案的确就是一。其实老实讲，骨盆腔炎我们妇产科有广义的跟窄义的，窄一点的就是子宫卵巢、输卵管甚至阴道这个部分，这算骨盆腔炎。大范围来讲，连肠子发炎都算骨盆腔炎。那所以发炎还有好多种类啊，比如说你很肿胀，也是发炎一种。可是短比较窄义来讲，就是指子宫卵巢细菌的感染。所以刚刚坤峰讲的非常的对，的确是一种感染引起的，叫骨盆腔炎。所以的确是多数的凶手还是来自于老公。好，恭喜啦！现在没有人零分哦，真的，从一分、两分到三分，通通都有。三二一，中平，其实你那一号可以放下。值得纪念的时刻，开心到现在，感受这一刻，感受一下，带回去裱框。这一局来逆转题，好，我们来看题目是。鼓励老公带老婆去做定期的妇科检查，下列关于妇科检查的描述何者是正确的？正确，来，刚刚考一些执照的题目，对，仔细看哦。一，最好检查的时机是月经之后一周。另外，第二，
骨密度的检查能同时检查骨裂。好，另外第三，停经之后才需要乳房摄影检查，以及第四，停经之后就不用子宫抹片检查了。有没有带老婆去做过健康检查之类的？因为三的那个我觉得是就是错了，因为之前当然有一点点那个哦，他就有去检查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不然停经之前呢？对，停经所以说有还是有去检查。因为还是有，对对对，还有哪个？还有三个，来，还有那个可以看一下第四嘛哈，反正你选什么我们就选什么。对，我们现在都看你了，对啊，我们是你，所以我应该不会选三啦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不选三。但是我可能会停经后就不用，可能不行。那你觉得一呢？一的话，也应该一有可能是正确的。有可能，对啊，为什么要月经后遗症？对啊，因为比较干净。不是，而是说它的整个那个周期的循环开始，它刚又开始一个 cycle 的开始，对，春夏秋冬，春天到了，时机哈，对，是这个意思，蛮有道理。春节，嗯，那骨密度检查没办法同时检查到骨裂吗？应该同时检查，对吧？因为你骨密度检查，你可能骨裂。别的地方啊，怎么会检查不出来？当然可以啊！啊，可是你说检查这里，啊，结果是脚这边裂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啊。那停经之后就不用子宫抹片检查了，应该是一样。哦，那一定要的，一定要吗？所以大部分子宫检查几岁开始？抹片的检查会有一个误会，大家都觉得是30岁才开始，是因为国家30岁以上把你背给媳妇。对，其实，在标准的建议是，如果18岁以上比较规律性的性生活，应该每年就要留意了。好，说到这里就好。嗯，不要再多说，不然答案就要出来了。哦，来，请选择，来举牌。哎呦！你完了。完全不约而同哎，真的。我们来尊重三位参赛者，因为他说怎么跟他都一样，给他一个机会，你们愿意给他改答案的机会吗？给不给？算了，我们不通了，我们不通了。没有这个机会，三分的话就不通了。你们两个我通融，这要笑好英雄吗？对，我们节目你知道吗？我们通融，不是你要知道，你们通融的话是明雄危险，是明雄处罚你们两个也没事，对啊。No, 你们两 个没事啊，你们两个没事，那我们通，我通融。明雄也不管他死活了，对不对？下好离手，你要改吗？你确定改的是对的吗？你确定要改吗？你是那么没有原则的人吗？改这条路才有机会啊！你只有改，你不改你就直接出来处罚了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要改，你也不能改那个，我是为你好，你要改要改这个，还有可能啊？你是嬉笑啊？那个子宫颈炎跟停不停经有什么关系？跟性行为有关。快哦，二跟四啊，我觉得。因为刚才讲到一半，你停下来了，我觉得，所以你，我觉得你对他还不认识吗？搞不好后面呢就会讲到那个关键的，关键的地方就是绝对不可能啦。哦，刚刚陈医师你认识我？刚刚陈医师话里面都露馅了，你都还听不出来？哎呦，他说那个30岁啊，其实应该更提前就要做，只要有规律的性生活都必须要做。哎呦，所以就是跟性生活有关嘛。醒醒啊，钟平！陈医师，你的表情为什么看不出来？还是要勇于做自己，钟平要勇于对，勇于做自己，要接受处罚，最能够体会自己了。你真的要改哦？确定是了没有？